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新朋友舵主小鹏，我又来陪大家吃鸡了。刺激战场在更新雪地地图后啊，小鹏还不知道哪些地方人最多呢啊。可是这个航空基地显然很不错啊，这把就往这边跳吧。丢丢丢丢丢，这地方真的很空旷啊。哎，信号枪，今天可以拿到雪地吉利服了吗？天哪，这个安全区也太远了吧。哎，我听到枪声了啊，就在前面。该跑毒了。喂，队友啊，你还在打谁呢？不得不说，这个新载具真的很优秀啊，虽然速度比不上摩托车，但是比摩托车稳多了，可以说啊，是我心中的刺激战场第一载具。进安全区后第一件事当然是打手枪啦，大家别误会啊。biu， 哎，是这个意思。我想穿雪地吉利服很久了，空投还没送过来啊，你就赶不及要给我送三级头了啊。虽然这里人很多啊，但是超级空投要紧，队友你先扛一下。哇哦，这也太肥了吧，吉利服加三级套，大菠萝加 AWM， 哎呀妈，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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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原来雪地信号枪才是最恐怖的存在呀，打了人还这么悠然的舔包，不知道小鹏在附近吗？哎，清理完这一片的人呢，我要来好好欣赏一下我的吉利服啦，叮咚。那这衣服只适合带一把枪啊，平底锅也要丢掉，这样趴着雪地上真的是完全看不出来啊。在最后即将吃鸡的紧要关头，我想试一下能不能用八倍镜医疗箱和这些药来钓鱼啊！我趴在这里应该完全看不出来吧，吃鸡啦。哎呦我去，莫名其妙啊。好吧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小伙伴不妨来跟我分享一下呀，在新地图吃鸡容易吗？下期再见。